立春当天，陈凯歌执导的新片《道士下山》在河北向河开机，女主演林志玲向陈凯歌求字，陈导慷慨挥毫，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据悉，在《道士下山》中，林志玲开启了小道士王宝强的七情六欲，她还与范伟、吴建豪均有暧昧，戏份极重。但这位时尚美人仍旧没有耽误日常的商业捞金邀约，目前他就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，专程来沪出席某个时尚活动。当天得到消息的记者在虹桥机场蹲守，很快就看到一道黑色的身影婀娜地飘出机场候机大厅。佳人穿着一身印花长裙，外搭深蓝长围巾，将宽檐礼帽使劲压低，完整地遮住了面部。不过从其高挑的身姿和熟练的猫步，依然能够确认她就是林志玲本尊。一位贴身女助理牢牢守护着，装盲人的主子将其引到了一辆银色商务车前，一位壮男保镖则一路开呼，还紧张地将手放在车顶处，生怕美人碰头。林志玲上车后，司机狂踩油门，一路疾驰开到了一家酒店门前，随后保镖和一位女汉子一左一右地将看不见到的林志玲夹在中间，护送着进了酒店。真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